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小明。今天停车场来了一辆特殊的车，我看着是啥改装也没有，所以说我准备跟车主去聊一聊。在这里看见一个甘肃牌照的车，是这个旁边这个大哥说的，说是他这个车才买的，而且很便宜。我去问问这个车主，他这里怎么尾巴后面还搭一个帐篷啊？啊，兄弟在车上。兄弟你好。你好，可以拍下你吗？没事，拍吧。我看一下你这个车，你这个车是才买的吗？我听那个旁边那个大哥说的，就昨天在这里买的，就是跟一个西藏的人然后买的，3700块钱。3700块钱，为什么当时要想着买车呢？我之前是骑行的嘛，然后一路过来也是经历很多辛苦嘛，辛苦。现在就是想换种方式旅行了，对吧？考虑到我往后还要走阿里地区、新疆那边，然后考虑到个人的人身安全，就反正各种原因嘛。就是买个车其实也方便点啊，对不对？就换车嘛，就车也便宜嘛，就是。对。买车。你这个车是哪年的？算是13年的吧，13年的车，现在，9年是吧？9年的车，可以3000多，在这边买一个车。那你这个车才买回来，你有做什么改装布局吗？现在快递还没到，是等快递来了之后再稍微的改装一下，就是。改装成像房车那样，可以在车里面睡觉啊，做饭啊，就这样。这样子可以的。看一下你车里面了，现在。现在它是座位是挺乱的，就是。就是座位放下来就上面。稍微的凑合着住一下嘛。挺好的。这后面这个帐篷是你的吗？这个。对，我之前骑行的吧，骑行然后带帐篷、带驮包、行李啥的。自动都60-70斤了，那还是挺辛苦的，因为你要走这个新藏线啊，这里面的东西都已经拿出来了，是吧？拿出来，然后我看一下，你这个自行车是坏了吗？不是，我把轮子拆下来，防止万一丢了。就跟别人学的，跟一个前辈。叫朱志文学的，他经常把前轮拆下来，然后放帐篷里面。我也是跟他学的。可以的，你这个方法还真不错。然后朋友们可以借鉴一下这个方法，因为前轮应该是快拆的吧？对，都是快拆的。快拆的，你把这前后都是快拆。这挺好的，因为我之前我也玩自行车，然后这次出来之前我是骑的摩托车，然后在路上我也很喜欢跟就是骑单车的一起玩。新藏线我是跑了2个多月，在路上遇见五个骑单车的，然后一个徒步的，我们一起走了。太棒了！哎呀，我感觉你还挺厉害的，真的，你很挺。很厉害。骑自行车，骑去阿里，去新藏线的话也可以。就是说，我现在想换一种方式。换种方式，对，应该这样子的。旅行嘛，就是应该去尝试新鲜的事物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个车为什么还是甘肃的牌照啊？我不知道，就是在网上找的，然后看它便宜，然后就是。在网上看的，然后当天决定就是付钱，然后买下来了。我旅行还是比较果断的，小伙子，挺好的。甘肃，那么你准备，就是你现在还在这里，应该会等很久吧？因为你还重新上牌是吧？可能要等10来天，因为西藏这边快递的话，因为快递你也知道，西藏这边快递很慢。对。快递我收过最慢的快递是2个多月才到。看一下他这个车还是可以开的，就是、可以开的，慢慢开。3800买那个车，3700吧。3700啊，三千七百。能开就行，能开可以启动下吗？
可以啊。启动一下，看一下他这个车。这里，这里是这个太阳能板怎么这么小啊？供这个小电池的。LED 用的，那是可以的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兄弟3700买的车，看一下怎么样啊？其实我也是新手，新手考完驾照没开多久车啊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一点杂音也没有，也不用踩油门，不用踩油门。啊，发动机却绝对是没有问题的，也听声音能听出来，发动机没有问题，声音还挺纯的，可以的，只要发动机没问题，像这种车的话就不容易坏，就是皮实耐用。坏了也没事，才3000多块钱。对，哎，非常好，可以了，兄弟。出来那个在广西贵州住。花了3000多。你这样子的话，最少你住宿的可以节省，可以省了嘛？可以节省，可以住车里面，做饭也省了，做饭很钱。对，而且你拉着东西这些的话，也不用担心啊，就是负重了，对不对？也不用怕在露营怕狼啊，什么豹子啊，什么熊啊。对，车一关就是床了啊，就可以睡觉了，对不对？可以，非常非常好，可以熄火了，兄弟啊，谢谢你。3700买个车，我看不错，因为怎么说呢，在拉萨这边，就是正常的车啊，正常的车比内地都要贵很多。他这个车是东风小康 K17，3000多买辆车，真的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是小明，在这里将记录下我这一路的旅行经历和精彩故事，愿与您分享。感谢观看，喜欢的朋友请帮忙点个赞。